先嘅，而家發生咩事？你唔可以拍佢兩個先嘅咩？成日要做個開場，好辛苦啊！你知冇？公主，你家係公主嚟嘅，你唔可以咁粗魯噶。係喎，嗱，聽日咧就係呢個英國王子，姣啲，姣啲，姣啲。聽日咧。我唔知道有些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咬唇的、啊、一聞到東西就性感啊，識我啊你是嗎？性感啊，矜持，公主矜持。明天就是這個查理王子的，不是查理、嗯、威廉啊，對不起，查理王子的兒子威廉的身份之喜，好開心你終於嫁得出了、啊我哋所有嘅 DJ 啊，唔係取得到啊！我哋所有嘅 DJ 咧就男扮女裝、女扮男裝咁出席啦，唔係出席，係誒我聽嚇。到你哋啊！佢係男扮女裝嗰啲演我哋知，係咁講出嚟。係咩啲？王子，王子，個胸唔可以縮啲，縮啲。聽日咧，我做咗個嘢。聽日咧，我就要娶阿 Kate 噶啦，所以大家睇直播，睇直播你行我行我，記得攞多啲禮嚟啦，多謝。我的 cat 在這裡，我的 cat 紅唇烈焰極度苦味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 公主。 你是扮英女王啊，明天他成問明天呢就是這樣，因為我孫就會結婚的了，那希望大家多一點支持我，教我他明天所有 DJ 就會男扮女，女扮男，你們想像林先生和我穿住高叉的晚裝叉到你呢度，我叉是叉到落七頭哥，話俾你聽下。我哋都會 my friend 識嘅百無聊神都開個話題，咁啊主要係講下你身邊有冇啲朋友咧公主病或者公子病嘅，即係話嗰啲哎呀唔中啊你，公仔我唔要，我唔要嗰啲咧。哎，應該上嚟啊！你三公，你三三三六六，留言啦喂！